张琳芃被转回市场，确认将转回上海海港，盘点恒大生涯五大名场面。一，中超赛场60米无解吊射铸就永恒的经典，这应该是张琳芃职业生涯最佳。2013年亚冠被日本后卫拉拽头发，起身强硬反击，即便是吃牌依然无所畏惧，展现铁血后卫作风。三，接保利尼奥分球，一脚无解世界波，打进全场唯一进球，技术和力量全部无解，张琳芃带刀后卫名不虚传。他基本是过去十年最强本土后卫。四，中圈精准长传助攻保利尼奥，巅峰的张琳芃技术和身体俱佳。皮球横跨半场，准确找到保利尼奥完成进球。五，2020赛季时隔三年多再次在中超取得进球，强力头锤破门。如果张琳芃真的离开，当年恒大巅峰王朝的主力基本走光，一个时代结束了。